Hello，Hello，大家好吗？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嘅直播啊 ！Hello， 多谢你哋啊，见到而家有22位朋友，多谢你哋等我啊，系啦，多谢多谢。咁咧又讲翻少少啦，见大家都好关心我咁，咁我话我抱恙系咩事咧？咁可能你都会担心话你系咪感冒啊，唔舒服啊咁样。咁咧就其实。我在今朝七点开始就觉得想呕，同埋即系肚屙同呕咁样啦，即系肠胃问题啦。跟住就一路一路到瞓，又去咗洗手间咁，跟住就成件事咁样掹掹顿顿就过去咗。去到四五点啊，五点先醒，跟住就系咯。然后都我在四五点嗰阵好挣扎咯，究竟我应唔应该继续做直播咧？系咪应该要出通告唔做咧？咁因为当时仲系。即系处于一个成日要同厕所做朋友嘅状态咁样，咁所以系啊，咁啊，但系都OK 嘅，而家感觉比起七点钟嘅时候好咗好多好多好多，所以 OK 啊，可以继续今日。咁但系可能我视乎情况，咁我可能会做短少少啦，咁样。或者头先见到好似有啲朋友话啊，你唔好做咁耐，或者你倾下偈啦，咁样都 OK 嘅咁。咁所以今日相对会冇咁耐嘅今日个直播，多谢你哋嘅体谅啦，多谢多谢。系啊，好多我唔知点样自己会病咗嘅，因为其实都有讲紧成年几冇病过。咁就系咯，可能系身体话俾我听要休息，因为我就系寻晚我做公事都做到好好夜，咁所以又唔知会唔会因为又出咗一阵街有少少冻亲咁样。所以而家饮紧呢个姜茶，希望可以令到我身体好少少，系啦咁样咯。多谢啊。今日嚟讲咧个安排就系、是、原本啊都系谂住一个两个钟嘅直播啦。咁而家就再视乎情况，睇下我个身体状况点先啦。咁就系唔好意思啊。首先我讲翻我想一阵间可以快啲完咗嘅时候咧，就即刻瞓觉的缘故咧，所以今天就冇乜点化妆，所以见到大家好像可以见到我好像可能有啲好病咁啊，其实咁所以咧，我又摆咗支唇膏喺隔篱。如果咧好像好病嗰时候，就擦上去掩饰下呢个病样咯，系啦咁样。系啊，大家都要注意保暖啊！我自己相信我自己系因为真系病，所以我先即系可能吹到冻风，所以先至会咁样咯。系啦，咁系啦，喺直播开始之前咧，就都想好多谢今日喺直播开始之前就已经俾咗我赞助嘅一班赞助人啦。咁好多谢你哋嘅支持，火今晚呢个 rundown 嘅，咁咧就分别系有嚟自 Toronto 嘅 Patrick 啦，多谢 Patrick 嘅赞助。咁亦都有婆婆嘅500蚊赞助啦，有 Wilson 嘅1000蚊赞助啦，有Cooking 嘅200蚊，我见到你有我收到你嘅支付宝，多谢多谢你，同埋多谢雪山飞狐大哥，原来之前好几次都俾咗我，但原来我冇 check 到旧嗰个电话，多谢雪山飞狐大哥，同埋 Gordon 嘅赞助，多谢你，多谢，系咯 ，Edmund 啦，同埋系啦，有冇数漏啊？系啦，应该冇啦。咁喺呢一套咧，我都想又借呢个机会咧，又多谢。彭先生，十八兰花嘅彭先生嘅赞助就系for我身后呢一棵咁靓嘅兰花，就系佢赞助嘅兰花嚟噶啦。多谢十八兰花嘅彭先生嘅赞助。咁大家如果想买兰花咧，都可以揾佢哋嚟到买兰花for可能嚟紧嘅新年啦，农历新年啊咁样啦。我自己觉得都系嘅，有时喺屋企睇到棵兰花都好开心嘅咁样咯。系啦，咁好多谢大家对我嘅支持啊，多谢晒，无尽嘅感激啊，多谢。好，我睇翻你哋嘅留言，同你哋 say 下 hello 先。系啦，今日讲嘢可能比较多，喺呢度睇先。Hello 阿伟你好 ，Hello 十三中科蔡 Edmund 你好，原来唔舒服，不如休息一下。系 OK OK 啊，而家好好多啦。Hello Derek。大家保重身体，好啊好啊，多谢张生张太，如果不能够体力支持就休息，好啊好啊，等你好翻先再唱。OK 啊，而家暂时都 OK， 咁起码我系唔系嗰啲咳
啊嗰啲嗰啲類型嘅餅咯，已經好感恩啦，多謝多謝 Gordon，Hello，Stay Safe 好啊，多謝多謝 CG 身體唔舒服，唔使唱歌同我哋傾下偈，係就你講噶啦 ，Hello EM。Hello， 你好啊！咁早日起身睇我，多谢多谢 EM， 好调理身体，交代下 OK 啊！多谢 Selina， 保重，唔舒服就休息，好多谢多谢多谢八八八，多谢 Doris Ho，take care 好啊！多谢婆婆话唔舒服休息，睇医生，我未睇医生啊，但系都觉得诶睇唔睇咧？我咧咁冻嘅天气咧，真系唔系好想落街去睇医生咯、啊，其实系。多谢啊 ，Kikon，Hello， 多谢多谢温温，陈国豪。Boss opinion that you consider and take unnecessary.Step. Hola Wilson, hello Wilson. Please don't sing too long if you are not well. 好，知道。多谢挪威的森林，俾人足仲坚持唱好歌，十分感动。其实保养好身体先至系好歌喉最重要。系啊系啊，我知道，我都尽量。其实系咯，讲起保养身体呢样嘢咧，其实咧我咧喺度 draft 紧，我喺度 draft 紧我2021年有啲咩目标，2021年有咩目标，等阵间有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三少 ，hello， 你好，晚安啊 ，hello， 柯坚，多谢柯坚你，多谢下次再上得，好明白，多谢椰子，唔好介意，最紧要是、啊、你真系好锡我，你哋多谢，嚟中菜，中破菜 ，hello K K，hello 你好，多谢 Y Y Y，K K Channel，Kenny，Soho，Selina， 病菌快来快去，应该冇事系咯，我强壮嘅，我应该系 O K， 嗨，朱青哥你好吗？啊，好像你上次也没有来了，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在忙呢？对，我今天晚上会唱那个最近和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很喜欢这两首歌，所以我打算在头半小时就唱全部都是新歌，新歌我对我自己来说是没有唱过的新歌。对，然后呢，多谢陈国豪，多谢杨匡源，你好，多谢 Tina， hello， 你见到你好温暖啊，要着衫，着咗衫，要好休息，着多件衫好啊。小吉话素颜仲清秀，好似我小学老师系嘛？我今日着咗呢件衫咧，系我咧一路以嚟都唔舍得着，系 Sailor Moon 嘅水手服嚟嘅，喺韩国买嘅，系 Crossover SP， 唔记得咗个牌子添，个后边系好靓嘅，睇唔睇到？哇，生啲抽筋添。自然咪几好 ，OK， 多谢 Derek， 阿晴 OK， 多谢温温司徒，Hello Peter Pan 你好，今晚休息冇唱歌，多谢咪咪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beautiful singing， 多谢你啊，你好嘛，好耐冇见啦，多谢婆婆，彩霞 ，Hello Peter Pan， 朱俊刚，好，咁样因为今日时间比较短嘅关系啦，而且我有咁多讲嘢咧，咁可能咧即系唱歌相对会少啲。咁如果未能够唱到今晚你哋想听嘅歌，真系要同你哋讲声唔好意思。咁但系我会再其后睇下会唔会身体再好翻啲，嗰阵时间多日咧。我讲紧咩啊？我讲唱多人，唔系讲多人。好，咁不如我哋就先嚟我哋第一首歌啊，好唔好？第一首歌啦，咁我如果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我嘅预告咧，其实咧都会系有讲会是唱哪几首新歌的。那我首先呢送这首新歌呢就是一首叫做换到千般恨。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昔日已经变同爱，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尘埃，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昔日已经永不存在，痴情枉纵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
我的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痴情枉做，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天意何在，空余感慨，盼能有日我的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愿你暗中送他。换到千般恨呢首歌，多谢。台湾今日落雪咩？哇，系啊！大家好啊 ，Stay warm，Harvey 你好啊 ，Very cold weather 系啊，而家好冻啊，冻嗰只冻系刺骨嘅冻啊，我怀疑我系寻日落街嗰阵时条裤太薄啊，正常裤咯，跟住可能下身有啲冻，唔知咧。Mimi Crossface Sailor Moon， 我就张三张太谢朱晶哥，我就 KK 十三，保重身体好啊，多谢。我就 Wilson 小吉换到千般恨呢首歌系Mr. Lee 嘅推介歌，多谢嗰轮，多谢彩霞 KK 小说上小调歌曲，呢啲系咪叫小调啊？就系、是、多谢小吉用咗七成功力就已经唱到好，多谢多谢。Excuse me， 朱静谢，今天晚今天有七八度，天气冷，哦，有地震是不是？嗨，三王子你好 ，Hello， 多谢，唱歌会减少病痛有效 ，Hello， Alan C 你好 ，Very good quality of music and sound， 多谢 Wilson， 多谢 KK Channel， 小吉，多谢 Selina， 林黛玉神韵唱出，换到千般恨，多谢。多谢 Licky， 多谢病都保持少少叻，多谢阿伟，哎哟，想快啲唔好病啊，我唔想病，病嘅代价太大啦。多谢张新张太 KK 小吉，仲未到第九式，晚佛朝钟，好啊，大家都保重身体，张太好，多谢 Gordon 陈国豪 Peter Pan 难得糊涂，多谢 Kenny 袁匡渊李小钟你好啊，李小钟你好你好，台湾下雪了，花生王子你今日病咗，保重身体，唔好太粗鲁，今日。康复，早日康复，好啊！但系我知道噶啦，我会饮多啲水同埋休息多啲噶啦。好 ，Hello Raymond， 你好吗？好，多谢 KK Channel 嘅100蚊赞助，多谢你，好多谢你，好感动，多谢你啊，多谢 KK Channel。好，咁啱啱嗰首就系《换到千般恨》啦。而家我们来一首国语歌，好不好？我们刚刚有说到两首国语歌是我觉得太好听了，而且是我没有唱过的两首歌。我其实已经练很久了，就让你们听一下我唱的好不好。第一首歌
其实可能我也想要等到迟一点才唱的是 OK 好，最近。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是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我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你最近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是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不在你的身旁，我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这一次我们都能很幸福。最近送给你们。这首歌呢是李圣杰的一首歌，跟之前呢我唱痴心绝对歌同一个歌手来的，这首歌好好听，会幸福吧。好，好多谢你们，咦，你们的掌声收到了。多谢挪威的森林，祝你康复，好多谢。如果感到不适可以暂停，大家等你好啊，知道椰子，多谢，多谢 Lily， 多谢 Wilson， 椰子彩霞，陈国豪 ，Alan C 弯弯，2001年世界和平疫情快啲好过去，多谢 Admin， 陈国豪，
Dicky 三小 Selina Peter Pan， 多谢司徒 Alan C 二位第一次唱得好，多谢三小，多谢温温穿船降，身体不适仍有水准表现，好感动。OK， 而家好过七点好多，哇！朝头早嗰时真系攞我命，我谂紧点算啊？点会咁嘅？点解会咁？系咁同厕所做朋友？你大家知道咧，要喺冬天嗰阵咧去咁多次厕所嘅时候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又要躝，即系离开个床，跟住又要去厕所，好冻。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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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张太一百分，唔舒服要请息 lift 早啲休息。Raymond， 系咯，近排公司实在太忙，太忙，太忙。OK 嘅，我个曙光就嚟到噶啦，应该下个礼拜五我就会见到我个曙光啦，系啦。之前咧 ，Maggie 咧就点咗首叫《最后的玫瑰》嘅歌，咁我就因为佢点唱咗好多次啊，咁我都好唔好意思要佢等咁耐，咁我就学咗呢首歌啦，希望佢稍后想听翻会喜欢啦。最后的玫瑰。昨日那份美，可会记得住？昨日那阵笑，失去七年矣，留住快乐往昔往事，想起往日一切，我总算愿留住。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七年矣，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在那天上白云扎嚟扎聚，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尽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将是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七年矣，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在那天上白云扎嚟扎聚，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将是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在那天上白云扎嚟扎聚，
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信可身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心中多谢最后的玫瑰。多谢，多谢 Raymond 的赞助，多谢 Raymond，Thank you。可以见到大，可以见到雪雪已经好开心，多谢陈国豪，远离厕所小吉，多谢 Dorothy， 多谢谢朱先生。身体不需要畅小一些，多休多休息。好啊，知道了。多谢阿伟小吉，戴翻顶帽保暖。OK 啊，我而家好暖，楼下添，我脚底而家有个暖炉啊。好，多谢你。多谢陈国豪 Dicky， 多谢喂喂喂彩霞，陈国豪 ，OK， 陈百强年仪 ，Gordon 100分，多谢，多谢 Wilson， 多谢小吉，有47个 like， 多谢。希望嚟到嘅朋友都可以能够。帮我点一个 like 嚟以示支持啦，多谢你哋，你哋嘅 like 我好开心噶。如果睇下今晚可唔可以有100个 like 先，好唔好啊？帮我完成呢个心愿啦，唔该。多谢多谢，年儿都识识播 ，band 都唱得咁好劲，多谢 Wilson， 多谢 Chan Chan， 多谢 Kenny， 陈国豪 ，One One Raymond 样子好攰又食，完全因为冇化妆啫，冇画啊冇成嘅，咁我真系想阵间好快咁就可以瞓觉。多谢小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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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好啊，我姐姐姐我姐嘅新歌姐唱嘅第四首歌啊，也是一首国语歌，歌名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嘅《最熟悉的陌生人》。还记得吗？窗外那片被月亮点亮的海洋，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浪漫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换了你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如果当初再教会些男人除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再思念你沉沦，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换了你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
的自卑啊，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如果当初再找回时能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蠢了。 Hello Joyce Lee 你好啊，加油加油，多谢多谢。 Hello Patrick Wong 你好你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如果当初再交回谁能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蠢了，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蠢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半夜上厕所穿翻外套，好的，谢谢。Hi Caesar, 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希望疫情快啲消失啊！我都系啊，婆婆希望我而家嘅愿望只系今年六月可以搞到生日会。Excuse me, sorry。嗱，我啲心搭条颈筋暴乱都好，多谢。哎哦，多谢，好啊，加我加我会加油噶，唱得好听，多谢 Derek。多谢，睇翻一年前喺尖沙咀码头的片，现在的你好看很多，多谢 ABC, 但其实我现在肥过以前很多，因为这里镜头可能看不到。Let's make 100 likes to Tracy so she can rest early. 是不是有100个 like 我就可以落播了，是吧？我的心情好听，多谢彩霞，好啊，喝多一点水，好的好的。水手服好靓，多谢 K Channel, 好听，多谢陈挂号，多谢。原来我手机去睇啲电烧得好快，又要插电啊！三小姐，多谢，我就话诶 ，M K 大哥最熟悉的小小说 ，M K 大哥好吗 ？M K 大哥喺嚟紧礼拜四生日啊，喺度又预祝佢生日快乐先，多谢 M K 大哥一路以嚟嘅支持啊，多谢 Alan Chan 加油好啊，多谢司徒，香港睇医生可以问诊嘅电话系咩？电话问诊嘅咩？我哋嗰边电话问诊噶。KK 弹琴唱歌 Alan 试下，多谢 Derek 72 likes, 好矛盾又想见耐啲，72个 like 啦，而家好开心，好啊 ，Hello Polly, 有冇听到我首歌啊？咩名啊叫做《半到千般恨》啊，你之后听翻啦 ，Polly，Hello Eric, 你好 ，Hello Ching OK, 多谢，好，我哋仲有最后一首新歌喎。跟住咧就OK 嘅我狀態，其實我今日係瞓覺瞓到5点钟嘅，所以大家都唔使太擔心我唔夠休息嘅，我唔夠休息嘅，哈哈，其實我係夠嘅。咁我哋而家唱最後一首歌，呢首歌actually 我會再加多一首歌嘅，叫做乜嘢啊？死啦，唔記得咗添，抱咩把酒談咩啊？把酒谈心，打咩啊？喂，我唔记得咗，我练紧啊，今朝。好，我哋而家试下唱我想唱嘅呢首歌，歌名叫做
有一种悲伤。呢首歌咧系来自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嘅插曲啊，主题曲。我不想没太阳，擦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多长。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十年，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脚一张。怎会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无法遗忘。成为我生生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十年，却背对背张望。你是双游，你是合照一张。有一种悲伤来自于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多谢，呢首歌是阿莲的歌嚟嘅。唔知会好爆咪咧？我先见到个巴咧，去到好多红色啊！